那从网上淘了一盆，因为我手上现在暂时没有啊。然后呢，顺便给大家做个开箱评测。然后呢，叨叨一下养护。这个呢是福建那边发过来的一个线兰，它品种叫爱丽丝。有的话说品种，其实花的品种哈，很多的地方叫法都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大部分的名字呢都是，孕育出来这个苗子以后，就是瞎起个名，有的是以人物命名，有的是以时间命名，有的是以地区命名，是吧？这了那了的，所以说呢，咱们接下来打开给大家看看这个叫什么样的爱丽丝的，线软兰。你看、哦，我开过90%的一个福建的商家发过来的花呢，都是这种很精致啊，就是那种南方人那种感，给人感觉就是很细，不是很纤细，很精致。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呢装这个袋子呢，可能是为了保湿，就是预防。后期呢这个水从里面渗出来把箱子破坏掉，很有心。然后呢、同样的是黑心棉，希望老板不黑心。打开，迫不及待了。真的，我每次开箱哈，我一开到福建的这种，我就很激动，你知道吧，就是莫名的激动。有的话说，老黑你家不也卖花吗？你还这样开箱。我跟大家说，我这样开箱呢，一个是学习，还有一个呢是给花友们分享一些花卉的养护。因为手上没有，因为现在呢咱们大部分都是网购花，所以说呢我也去了解一下行情怎么样，不是从来不接受任何商家的充值，因为没必要啊，咱不缺那点钱，说实话。你们真喜欢哪个花呢，你问我们后台，我们也会告诉你，也不藏着掖着，对吧？我们也不会曝光谁，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担心，好吧？我也是就作为一个教材去使用的。Beautiful， 满分的描情。不过这个点要给大家说一下，像大家买南方的这种线软兰，咱们北方的花友买回来以后哈，特别容易水大烂根，特别容易水大烂根。要跟花友们说的是什么呢？你像福建那边的这种线软兰，它有一个特点，他们基本上呢都那边的空气湿度比较高，他们长出来的这个叶子你看到吗？都是很这种饱满。很大，很就是很细，很水灵。但是到了咱们北方游，或者说进入咱们家庭里面养的时候呢，空气湿度它就跟不上，慢慢的呢这个水啊就供的没那么足。很多花说，哇，我的蔫了，我要老浇水，哎，一浇就水大，一水大就烂根。所以说很多花都开始嗝了。如果说你真的喜欢哈，你看他也送给咱们类似于这种小袋子，你可以晚上的时候稍微套一套，作为一个这种保湿，就是类似于这种感觉，做一个保湿，白天的时候打开，这个没事的。线兰呢喜欢光照，有几个点哈，就要跟大家伙说，它跟长寿花差不多，都是一个短日照植物。如果说很长的强日照呢，会晒得它发红。还有一个点，线兰是一个典型的啃老族，它的根系不会长得过分的很强壮很多，它但是它上面它不停的开花，不停的生长，而它的根系不会很多，这个时候就出现什么呢？母体的一个营养流失，就会爆筋，就是哎呀很瘦了，就是饿的，就是皮包骨头的那种感觉的。很多观众老怀疑我那个怎么办呢？哪怎么办？你也不施肥，典型的又想马儿跑，又想马儿不吃草。这种开花时期长得比较旺的时期，花多多二号，等到它该浇水的时候，该用的也要用上。像那种花盆过来以后呢，特别的密，特别特别的密。也顺便呢跟大家说一些用土，用土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一些腐殖土或者一些糠土，好一点的会用一些泥炭土。而咱们呢大多是分为两种大派系哈，一个是以南方为代表的这种，他们那边养花呢咱就说了，就空气湿度大，长得快，长出来的很水灵，很大，也很便宜，这价格有意思。还有一种呢就以北方为代表，就是用到的都是进口的泥炭土，很贵，长得呢也很壮，它是长得就是那一看就是那种很结实的那种感觉，但是不会像那种花苞那么多，那种就更好养，没有南方的看起来那么便宜，那么水灵。这是两种派系哈，你们南方的花友你也好，北方的花友好，你要了解这两种的一个本质区别，好吧？其实讲下去论起来的话，还是南方的便宜，因为长得快，人家那边比较成熟，人家养的比较早。那接下来呢，咱们就入盆了，边入盆边叨叨下面的养护。就是选盆啊，该选盆的时候呢，大家一定要选择排水透气的，一定要选择排水透气的。我手里面拿到的呢是花博士的7号素颜盆，我们家有卖啊。接下来咱们就是加入底土，
所有视频里面出现的东西我们家都有卖。用不了很多，大家可以看到都是纯泥炭。接下来呢，我是准备加入一些底肥。那咱们现在呢是一个很健康的花去入盆，这个时候可以加入一些底肥，可以拌土。很多话说老花艺你怎么老是垫底儿，不可以拌土吗？是可以拌土的，像一般的这种花了多优质颗粒控施肥也好，也比较好的这种每升土都可以放5到10克，它不至于烧花。你看我放那么些，它没事。接下来呢稍微拌一下。大家如果说种这种像多肉型的，或者是长寿花的，或者是一些个比较肉质的根系，比较害怕积水沤根的呢，大家都可以像我一样啊，用一个这种盆作为一个筛子，简单的筛一下。你把下面的一个细的筛出来，细的筛出来之后呢，可以作为一个扦插。哎，因为它后期呢怕积水沤根，咱们呢就把这个放进去。花盆就不要贪大哈，花友们循序渐进的来，一步一步的换，别懒。有的花友一次换了个很大的盆，醋宝啊，大盆是用来养鱼的，养王八的，它不是你用来养花的。后面一定要了解这个事儿。不要埋得太深，不要用太大的花盆。好了，那浇水的话呢，咱们就可以先不着急，因为咱们种下去的时候呢，它的一个圆盆还是比较潮湿的，可以隔两天再浇水，好吧。然后呢，它现在长得比较水灵，如果说家里边空气湿度很干的臭宝呢，还是说晚上的时候可以做一个模拟类似的一个小大棚，就是可以套个袋子，晚上的时候保保湿，白天的时候打开，更加利于它开花和保湿。浇水呢还是维持干湿循环，干了就浇，不干不浇。后期呢还有一些个养护的点，等下回的时候再给大家分享吧。那最后呢给它评个分啊，23.8块啊，这个苗情满分的苗情，价格呢中规中矩，总体得分呢接近于满分的一个蟹爪兰了，很不错啊，爱丽丝。我老花艺，养花自然艺，拜拜。